那现在他们这个塔鲁村还有多少人呢？我就来搞，组长也不知道。那我新人多少？组长当的很随意。啊，是1890 houses，也就四五百人吧。哦，四五百人。那年轻人是不是都往外跑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继续传承塔鲁文化。He has given his land to the museum. He's the one. 对，因为这尼泊尔的土地全都是私有的。That's why he's the patron of the this all Taru. 嗯。他们主要食物还是那个土豆，这些土豆给大家说，给你们说一个客气，就是尼泊尔人就是说这个人是笨蛋，就是你是一个土豆，就是说那挺可爱的。它储存大米的，这有500公斤，这里面有500公斤。这个稻谷的话不像是说有收割机，全是手工的，然后把这个稻打下来，然后把它晒干，然后再存起来。够吃多久？他们主要收入也是靠这个卖钱的，就是说他们留一部分自己吃，大部分要卖掉。像这边现在他们米多少钱一斤啊？他说的就是400-500，就这个左右。400是扎塞，500是邦塞。他刚才说了扎了邦塞，我有点迷了。他说400-500。干的。这是家庭还养着鸭子。那有比喻，就是说这些动物都像那一个家里面女人的孩子一样，他知道。他们都知道只有妈妈认得出来。Yes, you are the mother. Yes, that's right. 所以所有的财产都掌握在我手上。你知道这个挺有意思的，往这边看。就是他们的生活日渐现代化，然后往这边看，就好像还是保留了那个原始的感觉。看那个小姑娘在那玩猪，是吧？这是她宠物。我给你两地方没准备呢。好呢。This is a mouse. Yes. 她多大了 ？How old? 她20 now. 20 now. Yes, but she married for 3 years already. That means it's been already. When she was 17, she get married.Do you have baby? No. 就以前塔鲁族他们在是吃老鼠的，就是在田里。When they eat, they get the rat, not like this, another type of rat, and then so they eat that. It's a favorite, one of the favorite food of Taru is snake. 他们最喜欢吃蛇了。喜欢吃蛇。飞蛾最喜欢。六月到九月的时候是雨季，雨季的时候那蛇就多，然后家家户户都会吃。有。他们还捕鱼吗？这旁边有河吗？有啊，有啊。This is for fish, catching fish. They eat crocodile here a lot. Yes, but we have to go in boating and we have to search.One of the good thing is that his daughter-in-law is Thailand. Now they are in the America, United States. So this is the story of Taru. Nepal, in Nepal, we will have the less Nepali and the more Indian and Chinese. 有钱人的话就是说去欧美国家学习工作赚钱，就普通家庭的话就喜欢去中东，比如说阿联酋了、卡塔尔了、迪拜了，很多酒店现在都是尼泊尔人。村里的姑娘在小卖部。村里的小卖部，我们看一下卖什么。有一些这个米，跟那爆米花一样米，他们喜欢把这个米拌得辣辣的吃。好像这边物资不是很多就足够用了。可以，可以。巧克力。八十个对的。五卢比两个。
1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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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是尼泊尔，这是尼泊尔自己的厂。我觉得你这个糖很怪，味道非常怪，是咸的，嗯，而且有香料的味道，有咖喱味。这个糖，这么多糖只要3块钱吗？嗯，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嗯，这些。35年留了一个，35年，就像留了一根藤蔓一样。哇！来吃蘸，太牛逼了！妈妈，先不，来 yourself， 来 cross， 没洗过。他自己洗，香波他自己洗，而且他你就跟 OK。Thank you. 我那见面了。完了，收库。完了，这个样子。Bye. Bye.